姑娘们，你们知道女人最迷人的动作是什么吗？咬嘴唇。你们会吗？那咬一个，不对，是下嘴唇。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有啊，那你介不介意换一个？介意啊？那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自打我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啊，可皇上啊，非是不，非是不听。要不要做我女朋友？我会一直拉着你的手，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呀呀呀呀，拨到一首摇。李舒淇。汤汤，我刚刚看着那个你男朋友跟舞蹈队队长手牵手走在一起。我现在特别想亲涛涛，想吻他，来。但是他不让我亲，哼。我的美丽那么美丽，竟划过无人的天际，曾经交换过的秘密，静静埋藏在心底。你就像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들어가자하면안돼요안돼요그럼수영하러갈래이러면좋아안돼요안돼요